과소안바의산수홍성니오기이분마시전유의기분모시바홍고바리라이대행대도평탄唯有天庆阁是唯伟大可守，但之前文皇逼杀阎魔，即将该地破坏，地形变得崎岖，难以运用。而壮骨岭虽然险峻，却是辟地，难以通行，救援伤兵只怕进出困难。而为何将定国龙脉作为最后的决战方算，都已经不明白根由。你分析得真好，师尊所说，某些兵力繁密充足，所以才以攻代守。如果真是这样，因断无主动出击的理由。如果因真正主动攻击呢？这三处该如何防守？多日一直在思考，反过来问：你身为我，为何选在这三处布置？多日也曾试过逆向思考，但也是无够清晰。你应该有真多其他的问题。你的脚，我一直吊手旁观。知晓我为何插手九龙天书最后的布置，甚至现今的模式进局吗？是多日无能，无看破北京王是幕后的主使。师尊明白多疑尚欠磨练，事关重大，所以自己处理某些之事。想说九龙天书之局，如果我无插手，战局会如何演变？北京王必能得到皇权，而九龙地脉自然以意料是某些开启，也是苗疆得起，或者两者皆失败。我的解释凡是将局势走向最坏的结果，这是天意，天意，天意，或者天是故意。某些是我的责任，无论如何，最后的关头我拢必须介入。这个动机，伊你是好的败，也还是我一人拢无关。你失败了，我在灵孙团人便是，是巧如来让师尊一直失望。现在古有男女奴有十个人染上恶疾，但你的手上只有七粒药丸，你要怎样救？先尽力找寻其他的方法，迈出独一假设回答问题。唯有选择七人，你会怎样选？去抽签吧，十个人可以抽签，就是十万的人呢，也抽吗？啊，去。我已经给你真谛，你之后应该怎样做？为什么要质疑？既然是恶者，懦弱战者抛弃，老青壮年少者，边疆高楼，进去吧。